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今天这堂课是属于教师工作坊。教师工作坊最重要的目的呢，首先我们有经验的老师们可以把他宝贵的经验承传给我们。可能有学长不是在第一线教学，可能只是为人父母或者当领导，其实父母就是孩子的老师，领导也是下属的老师，要把领导父母扮演好必然也要把当老师的耐性，当老师的善巧智慧也都要能够具备，才能当好领导，当好父母。所以君亲师这三个精神呢，其实是每一个人这一生要扮演好自己家庭的角色以及在单位的角色，都是必须学习必须契入的这个精神，就君亲师。君以身作则，君要带对方向，带对目标，领导者嘛。亲要亲爱他，要关爱他，要陪伴他，要护念他，要鼓励他，要成就他。师要教导他，尤其这个师当中呢，最重要的呢是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谈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句话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好，那我们现在呢来思考一下，我们要传什么道，要受什么业，要结什么祸。那个我们麦克风准备一下。你们怎么嘴巴张这么大？工作坊就是要互相切磋的，是吧？不然为什么叫工作坊？除了我们陈传陈真老师这些长者这些教育界的前辈的经验接着我们要相关而善之谓谋互相切磋，互相观摩很好。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教育界的老前辈麦克风Ready， 准备好我们之前师说这一篇韩愈的教诲一起交流过有没有 ？Hello， 有。请问哪一句留在我们的心中？哪一句温故而知新？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句话我们听明白了，看到别人做人做事上的优点，这个就是老师，我们有没有向他请教？假如这一篇文章上完之后，我们从此不懂的，就向懂的专业的人请教，那这一句话叫智慧，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假如我们的习惯还是一样，并没有从此呢去请教他人，那这一句话叫知识。诸位老师们，我们要传知识还是传智慧？哎，标准答案，那您从今天开始都传智慧，那这个叫智慧啊，不然它还是一句话而已。好，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啊！啊，每一句话都是用心去体会，用心去落实啊，去落实的时候啊，就有所感悟了。哦，好，那我们熟悉的传道授业解惑啊，告诉大家别紧张。紧张啊，也是习气，啊，要 relax， 是吧？哎，刚有一个学长问说，修行叫身处令俗，俗处令身。啊，什么叫身处令俗呢？勇于承担哈，提不起来，他就很陌生了，很生疏，叫身。身处令俗呢，时时都勇于承担。就像现在 right now， 好，好，勇于承担，我来发表一下，我来带个头，好，让大家能一起啊来切磋啊，这样子我们的那种恐惧啊、退缩、逃避啊就不见了啊，这个承担的心啊就提起来啊，你能够到时时提得起来，那就身处就令俗了。那俗处令身，本来一遇到事情就很紧张啊，老师要问问题了，脑中一片空白，这个是最容易的，这叫俗，俗处令身。哦，你勇于承担以后啊，任何时候你不会慌张了。哦，你可以 hold on。哎，我今天怎么一开始讲了这么多句 English conversation 啊？对不起啊，这个也是因为啊，我中午刚从新加坡回来。哦，所以这个新加坡的讲英文比较多啊，所以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啊，一开始也聊两句啊，我现在稍微把频道调回来一下。哎呦，好，来，我们先请哪一位老师来跟大家讲一下，依你的体会，哦，不要紧张，因为不是考像以前考试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一个标准答案叫知识，智慧它有深度有广度，哦，依每一个人的领会啊，那个答案都不尽相同。但是呢，只要是领会的都是宝贵的。好，好，来，身处令俗，俗处令身，还是没人举手，有意思哈，哦，啊，有没有意思？很有味道哦。你看，我们当老师的人，啊，都跟学生讲。哎，主动举手啊，主动发言啊，等我们坐在底下，哎，那不公平的啊，呵呵，叫别人都比较快哦，叫自己哦。所以你看啊，这个教字啊，把这个教的精神呢，啊，一个教师的这种态度精神表露无遗了。第一个差是父母老师打的叉，小孩在下面观摩啊，上行下效啊，潜移默化了，这叫身教。请问大家，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你的学生勇于承担？希望哦。那你希望他们以后人生有这个态度，现在该怎么办？身教啊。好，右边一个手拿着树枝，
要记住哦，打你的记性啊，哪有父母喜欢打孩子的？打在儿身，痛在良心啊，这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啊。啊，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啊，太调皮了，啊，去抓青蛙，啊，你看没有人教啊，很麻烦，没有教这些经典很麻烦。举步常看虫蚁啊，连抬起脚来都要想着不要伤害生命啊！啊，假如以前小的时候就读过文昌帝君阴字文啊，就不会干那个傻事了。哦，结果呢，抓到中午啊，忘记时间了，啊，就回来都已经一点多了。哇，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妈妈都出去找。找半天都没找到，啊！突然我回来，他们站在巷口，啊，我们互相看着，啊，我心里想，呆鸡大屌啊啦！我大家听得懂啊，事情严重了啊！新加坡也讲台语啊，我去了也练了不少闽南话回来啊，结果我一看啊，完蛋了，很严重啊，回来。好，门关上，我妈领我回来了，门一关上怎么办？哦，打。哦，你看哦，你假如是一火气气 一肚子气啊，那当下那个妈妈真的就打了。我小时候常常看到我们那个邻居被他妈妈打到齁，那个扫把齁是用那个竹细竹子编起来的扫把，打到最后齁，整个扫帚全部飞来飞去呢，然后打完一只坏掉了再拿一只呢，哦，看得很恐怖呢。可是我发现哦，这样打的孩子打到最后齁打皮了，因为都在人前打他，打到最后他就尊严都没有了。啊，在那么多人面前看着他啊，他被他妈妈打，他就这样一脸非常那种，你就打吧，没关系，就那种态度出来了。这个就这样教孩子不好，孩子没有自尊，最后他就觉得自暴自弃了。好啊，你觉得我很差，还在别人面前这样打我，那我就坏给你看哦。哦，所以要留住孩子的尊严，所以对孩子也要恭敬。恭敬什么？恭敬他的明德本善，恭敬他是我们家庭家族以后的传人，下一代，哦，你要成就他的德行，哦，你不能用发脾气的让他在人前没有尊严，这样不对啊。结果我关起门来，我妈没有打我，啊，为什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姐姐都在啊，这样我会很没面子啊，啊，把我领到我的房间，啊，然后关起门来，啊，这一件事啊，我上次回家还跟我妈妈说起，我妈说，哦，那是你爷爷交代啊，今天非打不可啊，不然我不放过他了，你爷爷交代的我一定要打。哦，哦，所以当时候，但是你看哦，我妈妈看我爷爷这么高度要求了哈，不打不行了，但是那个当下还是很给我留尊严哦，哦，不在家人面前打，还到家里面去打，到房间里面去打。啊，结果手伸出来啊，我妈妈没打过我，啊，第一次啊，啊，这个第一下打下去啊，坦白讲啊，当时候呢，妈妈陪着我走回家，走进房间的时候啊，都感觉到呢，很对不起母亲啊，好，啊，让她操那么多心啊，很难过了，啊，所以整个心啊。
都是在感受母亲的心啊。所以其实那一下打下去痛不痛真的没有记忆了。所以第一下打下去啊，自己就感觉啊，这个母亲的泪啊在眼眶里转了。结果再打第二下呢，那个才打下去啊，我母亲啊脸就转过去就走了。我没有看到我母亲的脸呢，但是我非常清楚母亲为什么要转过去。母子连心啊，好，因为母亲不愿意我看到她眼泪流下来了，所以一打下去马上脸就转了。所以当下可以感觉得到啊，打在额身啊，痛在娘心。而当下母亲没有带任何的情绪啊，她只是那一份爱啊，他只是那一份提醒在其中，所以我们不会记住父母脾气大，而是记住他那一份苦心，记住了内心就变化了，不想再做让母亲担心难过的事情了。所以孩子需要教导，需要提醒，而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不是讲一次，不也不是打一次哈，他就一辈子就保持好了。所以这个耳提面命当中啊，有耐性。其实大家用心去感觉这个教字啊，它就含摄所有带孩子教学生一切问题，可能在这个字当中就解决掉了。我这一次刚好呢，昨天晚上啊，很多家长问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都问到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孩子为什么没有责任心，这是教育问题吧？好，请问大家这个字有可不可以回答？哎，大家学的要会用呢，一个字哦就可以用一切处哦。哦，所以子贡说他举一闻一以知二哦，颜回呢闻一以知十呢，大家听了闻一以知十，那个十是什么意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十是圆满？他能把一个道理的那种心境用在一切处。哎，我们今天说对人要恭敬了，那对事要不要恭敬？对物品要不要恭敬？对自己的念头要不要恭敬？哦，对一切生命要不要恭敬？哇，那你这么一体悟了，你在心上懂得下功夫了，那个心境一养成，不就用在一切处了吗？哦，所以善学的人从心地下功夫哦。好，那我们来用看看啊，这个教字很好用哦。哎，这个三个家长写问题，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啊？我就请教他啊，你听话吗？你看到，我们有时候这么细细去思考，我们所有的精力啊，绝大部分用在要求别人，要求别人用了这么多精力，要求自己就难了，看到自己的问题就很不容易了，因为精力都用在外面去了。这公于论人者，察己必疏。我们时时很精准的，哦，去论断到别人的问题呀，其实很可能我们的精力都在看别人的过错，要。反观自己的问题啊，并不容易，疏漏掉了。哦，人的精力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一个真正道德学问要提升呢，
孔老夫子教颜回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教他克己复礼啊，时时要跟礼敬相应啊，要克制自己的习性呢，这是大功夫哦。所以颜回不会常常去看别人的过失啊。非礼勿听，这个时时会让自己的心起邪念的东西，让自己起邪念，不就不恭敬自己了吗？非圣书秉勿视啊，必聪明坏心智了。真正恭敬啊，要先从恭敬自己开始了啊，所见所听所闻都在污染自己，这个绝对要制止，要克制。哦，非礼勿言，这个言语不恭敬自己，不恭敬别人，不能讲出去。哦，非礼勿动，这个念头有邪念不可以起的。请问大家，一个人要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下多大的功夫？我告诉大家，我到新加坡一趟哦，哇，这个境界一大堆。为什么？女孩子穿衣服穿的特别少，哇，麻烦呢，连头都不知道要放哪里，你说好修吗？哦，然后你这边不想看哦，转过来那边又一张呢，一大堆啊。这个时候你要马上哇，赶快提起正念了，明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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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让那个影像让你有其他的邪念一直跑嘞。哦，所以修学根本从起心动念修啊，不容易啊。真正用过功夫的人就知道，其实哪有时间去看别人的过失，自己要扶住这个妄念都不容易啊。哦，所以孔子教学生呢，抓住机会教育点。所以整部《论语》啊，其实就是在表演整个师生关系呢。所以当老师的人呢，要体会孔子在《论语》当中他是怎么为人师的，还有《论语》当中孔子是怎么当学生的。好，请问大家，《论语》哪一句话是孔子如何当学生的心境？来考试，哎，这个古文，哎，我们这个群书治要360这个古文班呢，可能也要准备签筒，哦，马上抽签啊，某某学长来回答这个问题。哎，孔子要当好老师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请问要当好一个老师，首先的条件是什么？当好学生呢？他是好学生，他来才能教学生如何学习呀，是吧？你要是一个好下属，你才能是一个好领导吧？你要是一个好儿子，你才会当好父亲吧？那一定的嘛。自己儿子都当不好，怎么去当父亲？怎么教孩子做个好孩子呢？自己就不是好孩子啦。哎，我是在绕口令吗？有听清楚了哈，哦？所以这一句“君子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很重要。那我们站在教师的舞台上这么久，我们曾经问过自己，我是一个好学生吗？我是圣贤的好学生吗？哇，这个问题很重要哦。我们每天在那里想啊，孩子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可是我们有没有从根本要达到一个好老师的目标呢？什么是好老师目标啊？我们刚刚要讲的传道授业解惑，从经典里面去找啊，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我们的悟性有没有不断在提升？还是我们的烦恼越来越多？哦，你看科学家说，一岁的孩子平均一天笑180次，啊，人成年以后啊，平均一天笑7次，烦恼越来越多，笑不出来呢。Hello， 诸位老师，你笑不出来哦，你的学生也笑不出来呢，是不是？对呀，大家回想一下小时候。你爸爸回家，气氛不对，哦，你马上哦小心翼翼，是不是？所以你一个父亲脾气不好，全家人都低气压呢，怎么会感觉不到？啊，那小朋友坐在教室，他的班主任走进来，他能不能感觉到今天有没有杀气腾腾？可不可以感觉？可以啦。一个班级开不开朗啊，那跟老师很有关系呢。啊，你的老师，这位老师很乐于助人，他的孩子就很热心啊。哦，好，这个都是教字啊，上行下效啊。哎，这一节课啊，下一节课啊，哦，我刚好有两节教师工作坊哦。跟大家交流啊，我们如何从《论语》当中啊学到夫子如何为人，哎，如何当学生，如何当老师，然后又从他的学生当中学到如何当学生。请问大家，跟夫子的学生学如何当学生呢？啊，首先你要跟哪一位贤人学？颜回嘛。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在跟颜回学？有啊，克己复礼啊。哦，你看到一切东西啊，心有没有起邪念？赶紧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哦，把念头啊要赶紧转过来。哦，好。而孔子抓住机会教育点，我们在《礼记学记》里面有一段话，好，大家一起念，哦，就是教学的方法，啊，敬于未发之未愈，啊，你不会哈，哦，也摇一下头，然后嘴巴张一下啊，啊，敬于未发之未愈，哦，当其可之未食。因为你有时候摇一摇，本来忘记的会想起来，就对上了那个嘴巴了，是吧？好，不灵节而失之之谓训，相关而善之谓磨。好，这句话我们古文班的应该比较熟，是吧？请问我们每一天教学这四个东西用上没有？好，没有用上知识，用上智慧，敬于未发哦。现在社会这么多诱惑啊，我们的学生得先扎什么根，才不会被这个社会的诱惑给污染了。你得先立住啊。孔子三十而立啊，不为境界所转啊。大家想一想啊，现在小孩子的诱惑啊，跟50年前比起来是几倍啊？啊，大家的 computer 算一下，啊，大家的 iPad 算一下。哎呀，这个我们现在发明东西啊，都只看眼前方便，看不到流弊。这个 iPad 一发明哦，第一个小孩不会跟人沟通了。他每天就抱着那个东西一直看，他怎么学习跟人沟通？再来，玩物丧志，然后那一些都是那些电动玩具啊，他的脑子里都是那些东西，那个磁场很不好啊。
然后很浮躁啊，你真正要让他看经典要静下来难。哇，还有我到这段时间刚好回祖国大陆，听到一个消息啊，有一个孩子呢为了买 iPad 把他的一个肾脏卖掉啊，你叫欲令自迷啊，哪有愚蠢到这种程度了，把父母给他的肾都拿去卖掉。你看人那个欲望打开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呢，刀头是蜜啊，我只要尝到甜头就好，以后我不管，结果一尝甜头舌头都割掉了。现在财色名食睡，多少人就这个整个福气都赔进去了，甚至触犯法网啊，人生都毁掉了。所以当老师的重要啊，打开报纸，所有社会的乱象没有一件事跟人心无关，没有一件事是因为人心缺乏伦理道德教化才会产生这个结果呢。所以论语礼记这一个敬于未发，孩子很容易自私自利，你首先教他助人为乐啊，首先教他为父母想啊，首先教他孝悌啊，他就不会自私自利了。你教他恭敬他就不会傲慢啊，你教他节俭他就不会奢侈啊，你教他感恩他就不会忘恩负义啊。可是你现在不教，他又受污染，想教的时候都比较难了、啊。为什么？发然后进啊，则汗格而不胜。他已经形成那些坏的习惯了，你要再改他，哇，跟他拔河呢，你累他也累呢。哦，所以敬无欲未发，之谓欲。孔子的教导有，啊，君子有三戒哦。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现在很多青少年都纵欲啊，整个身体就搞垮了，一辈子都拖着这个病体。要教啊。哦，所以彭兴医师他是专业的中医师，他那个 VCD 啊大家要会用，用在你教导孩子。哦，你自己在对这一方面啊，纵欲对身心的摧残，这些资料你收集好啊，引导自己的学生。啊，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跟人斗争，啊，傲慢、嫉妒人家，这个心性都不好。啊，要学习什么？见人善，即时起。道人善，即是善。所以请问大家，弟子规哪一句是礼记学记里面的敬于未发之谓欲？哪一句？从头到尾都是啦。是不是？你正气进去的，邪气就不能够干扰嘛。这个是黄帝内经讲的嘛。你有了正气，邪气就不能干扰你了嘛。用在医学讲叫免疫力要强啊，他的德行根基要先扎牢啊。那敬于未发之谓欲，当其渴，就在这个机会点看到学生的问题，马上提醒他，当其渴之谓食。这个食啊，就是机会点，时机出现了。论语里面提到的子贡方人，这个方人就是批评别人，子贡口才是 number one 的，最好的。子贡方人，其实口才好的人哦，脑筋转得特别快，很聪明。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大家注意看哦，这是孔老夫子修学的状态哦。大家善于体会哦，这是他修学的实际境界哦。他告诉他的学生：你很贤德了吗？你的学问契入了吗？
假如是我啊，我就没有那个闲工夫啊，去看别人的过失啊，我自己下功夫都觉得24小时不够用了。这是夫子修学的真实境界哦。好，我们假如脑海里还一大堆人的过失还在批判别人呢，这个就很难提升自己了。好，而我们看夫子自己求学，在《论语》里面讲到，啊，夫子时时忧患的是什么？夫子不怨天不尤人啊，忧患的是什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喜，不善不能改，是无我忧也。大家想想这四句话，那他在自己的道德学问上下功夫，改自己的习气，真的是我则不暇。文艺不能喜，闻到道义的事情马上去做呢，不善不能改，自己还有哪些过失习性自己知道了，不能马上去改啊，这是他担忧的事情啊，这是他时时啊不敢忘怀的事情啊。文艺不能喜啊，不容易啊。啊，刚好去新加坡，我跟我们中兴啊李金华校长啊，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啊，就谈到啊，在跟一些朋友们聊的时候啊，说哎，我们应该啊来做一些善事啊，啊，复兴文化的事情。啊，哎，朋友会说啊，等我退休以后，啊，等我有空的时候，等我有钱的时候，大家看到文艺能喜哦，不容易哦。啊，都是，哎，明天再看看，还有明天。其实对人类杀伤力最大的这句话是相当大。每一个人都觉得还有明天呢，该做的事当前没有去做。哎，人应该是怎么过？每一天当生命的最后一天。有哪一些事我不做，我这一辈子遗憾；有哪一些恩我不去感，我这一辈子遗憾；有哪一件事情我不去道歉，我这一辈子遗憾。那我今天就要做，最后一天呢，不然会遗憾终身呢。假如觉得明天再说，明天再说，那整个时光就这样蹉跎过去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啊。请问大家30岁好跟人家道歉还是50岁？是啊，你年龄越大哦，那个执着点会越深呢。所以修行啊，对自己习性要赶尽杀绝的那个下的功夫呢，不能妥协呢，一妥协就明天明天再明天。而且大家注意看哦，今年的天象啊，很奇怪哦。哦，你们注意看国际新闻，可能是马来西亚灾难太少啊，你们不大知道。但是你们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啊，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年的天象不正常。我们老祖先创智都有智慧啊，这个神智什么意思？上天垂象，这个四字呢是一短一长啊，这个是上下是这么写啊，这指四字一看你就知道了，一个上一个下，上天三横下来啊，三表多，三六九表多，上天垂象，上天所垂下来的一切现象你都非常深，就是通达哦。你看好几层的
障碍啊，他都穿过去了，完全明白，没有疑惑。这样叫神哇！司马懿称这个诸葛孔明真神人也啊，就他什么事情啊都很通达啊，天文地理啊无所不通啊，还包含还能够草船借箭啊，你看他对天文地理、啊、都懂啊。而经典其实也告诉我们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今年的地震非常不一般，平常那个地震呢、啊，都是那个曲线呢、啊，都是这样啊，叫做能量释放，是吧？啊，高的时候，接下来就低一点，要说能量释放。可是今年的曲线是这样，还在上，一直上，没有停下来。各地的地震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了，人心啊偏啊，才会有这些异象出现呢、啊。所以《左传》告诉我们，人气长则妖心啊，这些怪现象为什么都出来了？仁义礼智信这个五常没有啦，奇奇怪怪的现象出现了。诸位学长，我们会不会遇到灾难？我们假如遇到灾难，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有人呢、啊，就请教师长，哇，可能灾难会来哦，我准备一些食物啊，哎，师长问他，你准备多少？啊，算一算呢，50个人。师长说啊，假如真的灾难来啊，你一定被人家打劫。被人家抢就是你，准备50，自私。你假如真的要准备啊，准备5000，准备10000。哎，这些教诲很可贵哦。大家看看，一有灾难，我家都是想自己的人而已哦，有没有为苍生着想？真的为苍生着想，第一，端正心念，念力很强。从现在开始啊，念念祝福天下之人。有8000个人是这样的存心，念念保持啊，这个灾难就大大化解了。这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所有人口的1%的平方根。8000左右，任重而道远啊！请问大家，这8000人是谁？哎，我们的胸怀应该是7999是谁？这个我们不管，我们也不要求。其中有一个人是谁？哎，当仁不让啊！这《论语》都用上了。我们跟夫子学，不就学这个仁爱，这个人道嘛？什么时候用它？什么时候力行？当下。所以啊，师长就这个事情呢，他讲到了，你真的有灾难，你准备5000人，你才能救一方的百姓啊。所以念念为他人，不管你在哪，都是活路。念念为自己啊，是死路啊，没有福报啦。灾难来了都只为自己想，那怎么会有福报呢？好，现在是文化危急存亡之秋，真发愿承传中华道统的人死不了，有没有信心？哎，这不是我发明的哦，这孔子讲的哦，是吧？《天
天之未上斯文也，匡人其如鱼何啊！老天要把中华道统留下来，任何人都伤不了我。有没有孔子的气概？有没有孔子的使命感？Lady and gentlemen， 哎，一个当老师的人，首先最重要的是使命感哎。什么使命？承传道统啊！这个承传道统是什么？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啊。70年代汤恩比教授讲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呢，唯一只有靠什么？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也就是中华文化。这一句话真听懂了，所有中华儿女不做这个事情啊，叫见死不救呢。有没有道理？我没有逼你们哦。有没有道理？有，你们自己讲的哦。哎，我只是客观分析哦。啊，人这一生来到世间，假如把享受当目标啊，只有造罪造孽的份啊。要知天命啊，这也是夫子学习的态度哦。五十而知天命，恭喜大家，你们这么年轻就知天命了，是吧？哎，你们好像又吞回去了，是吧？哦，其实人呢、啊，求个什么？问心无愧啊，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假如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该做的我们都没做，那活着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呢？这个良心都没有真乐了。能做多少尽力就好了，尽力就安心了。好，所以夫子又说了，不知命啊，无以为君子啊。君子首先要知命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是知命很好的诠释吧。明明德，知道这一生对自己的受用是什么？成就本善明德，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这是我这一生的目标。可是假如我们随波逐流，目标变成什么？享受纵欲，就是现在做的事情。刚好啊，住在饭店里面，哇，我看饭店呢、啊，聚了一大堆人呢、啊，穿得很华丽啊，歌舞升平啊。请问大家，这一些人知不知道他这一生的天命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来到世间要干嘛？他就在那里玩乐呢。现在天象都不好了呢，他有没有想到如何转祸为福啊？如何化解灾难？都没有那个机会呢。每一个朝代他要灭亡的时候都是歌舞升平，同样的，很可能灾难要降临的时候，不明道理的人呢、啊，他还是更放纵欲望，所以很可怜啊。所以闻圣教的人就有责任尽力的把五伦八德，把人生的正道赶紧跟身边有缘的亲朋好友啊，要介绍圣教啊，要引领他们入圣教。最好的介绍啊，为人演说，自己学了以后啊，坏脾气改掉了，傲慢改掉了，自私改掉了，吝啬改掉了，哎，很能为人着想，很慷慨，哇，人家一感觉，
哇，这个人不一样啊，哦，这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魅力，哦，怎么可以让一个人转变这么快，哦，所以他人闻圣教的缘分呢，跟我们有没有表演出来，有没有落实啊，息息相关。哦，好，刚刚跟大家谈到，这个也是师长在面对自己的学生，看见现在很多异象，教导大家不要只为自己想，要为大众才是活路。好，首先我们有这个使命了，祖宗啊，上天都会保佑。所以有一句话叫啊，在道中啊，即不在劫中。啊，在正道当中啊，你就不在劫难当中。为什么呢？共业当中啊，有别业。人生两件事不能等啊，行善还有什么？啊，行孝跟行善不能等哦。我们在一些地区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你细细去研究，很特别。比方说这一条街被土埋，很奇妙哦，就有两三家没事，甚至于是它左右两边很严重，它中间不严重。那按照那个科学的角度啊，怎么会有这个道理？这个就是啊，证明给我们看了，共业当中啊有别业，在二十四孝当中就有最明显的例子，理宗必正。那一万多户人全部正倒哦，他是在这一万户当中的中间呢。可是那个地震震到他们家的时候，分成两路，到经过他们家以后又合成合在一起，所以全部正倒，就他们家没有倒，因为他有德啊。他有别业，他不在共业当中了。哦，但是假如不赶快行善哦，那又有另外一句成语啊，提醒世人啊，叫在劫难逃哦。这个时候哦，哪怕你是大官哦，哪怕你有几亿财产都没用哦，劫难到了，这些东西不管用哦。哦，好。所以这一些提醒啊很重要。这个都是机会教育点。而我们刚刚讲神啊，是通达万事万物的真相真理。我们以前常常看到三个字啊，叫真善美啊，我们都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请问大家，你想求真理啊，你会想到什么？你们看到真会想到什么？有没有台湾来的同仁？哎，我记得我们以前读过一句话嘛，你们没读过啊？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有没有？有哈。到底有没有了？哦，好，我不逼你们了哈。大家注意看哦，科学求真，科学它的目标是能了解到真理。可是科学目前研究出来的道理是不是真理？不一定哦。可是我们这些
我们这一代都学科学呢，物理化学哈，很多自然科目都学过哦。可是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代的人哦，很傲慢哦。哎呀，爸，你怎么连牛顿第二定律你都不知道？啊，你学了一大堆科学知识哦，忘了科学的目标是什么？求真理。变成知识就拿来炫耀了，而且他现在研究还不到彻底的时候，可能过十年二十年，他本来的研究成果就又改了哦。再来哦，请问大家，现在大自然破坏的严不严重？请问是拜什么之赐才能破坏的这么严重？科学发明的东西哦，农药、化肥这些东西哦，所以科学它是一个工具哦，为什么所用？为人所用哦。人假如他的目标是欲望哦，所有的科学会当成工具去满足他的欲望哦。比方100年前能不能堕胎？可是你看现在堕胎有多少？一年5000万记录哦，请问跟真理相应吗？可是它是透过什么科学工具哦？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人对整个社会所存在的这些现象要很清楚啊，你要引导你的孩子以后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哦，不是人云亦云，随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被拖着走哦。勤俭才是真理哦，现在哦，拿着那个信用卡一大堆哦，还没赚钱就好几张哦，是不是真理？真正有见识的人啊，看到那个信用卡，他就能预估到未来完蛋了，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赚钱的辛苦了。我真的遇到这样的长者呢，就是这一次南洋小学的董事主席，一位女士，73岁，啊，一位黄女士啊，我很佩服她呢。他们那个年龄都有传统文化传承呢。她说她当时候看到那个 credit card 发明出来，她说麻烦了，她有能推断哦，这个东西一出来，人会越来越奢侈。为什么？老祖宗教我们量入为出，而且没有钱去借钱来花，叫什么？无耻啊，是不是？对啊，自己在放纵自己的欲望啊，哪有没有钱打肿脸充胖子还去享受嘞？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社会风尚，对不对？我们老师判断出来了吗？还是老师的信用卡比学生还要多？那你怎么去讲这些道理？哎，我们现在那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都要能理得清楚，你才能把你讲明白给你的学生，他才有判断力呀。现在有一个错觉，新的东西都比较好，这很严重的错误啊！新的东西都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呢。我们那个经典都是5000年的检验呢，中医是5000年的检验呢，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呢。所以西方那个药物品管，中医来了，说不用那个再实验了，中国人实验了5000年了。啊，吃的都挺好，不用了。哎，他们这个时候科学精神也又上了。哦，现在所谓文明国家，它的社会福利很好，大家羡不羡慕？羡不羡慕？哎，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哎。我请教大家，
他那些社会福利啊，那些养老花谁的钱？人民啊，不止人民了，后代子孙。请问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哪一代人花后代子孙的钱？可是现在民主国家绝大部分都是这个规矩哦，这个规则哦。你不觉得人假如不依照经典哦，真的是偏得太厉害了，是不是？哦，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冷静啊去判断，不然都会觉得新的东西比较好，是真理才好啦，不是新的东西比较好。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还有一个习性很麻烦，叫喜新厌旧，最后就后悔啊，那个都是一时的那个欲念嘛，短视尽力嘛，啊，违背道义了，最后才知道太太还是啊，不是啊，朋友还是老的好啊，太太还是顾家的好，而不是这个那个很妖艳的好啊。人啊，其实假如没有建立很好的判断力啊，往往都是做出错误的人生抉择。有一个校长啊，跟我们在交谈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校长问的哦。说这个《弟子规》里面讲尊重服从啊，啊，传统文化讲尊重服从。可是现在的教育呢，又强调批判创新。那不是矛盾吗？啊，请问大家有没有矛盾？现在很多新的教育理论哦，到底跟传统有没有冲突？好。大家冷静去看啊，传统他抓什么呢？他抓根本，他抓德行啊。现在很多说法呢，比较强调他外在的表现、行为、才能。比方很多地区啊，都强调品德教育。可是很多教育界的人一看到品德教育，或者家长看到品德教育，他会想到什么？弹琴啊，绘画啊，哎，这些外在的才能。其实品德教育最根本的应该是他的德行才对。所有的知识才能为什么所用？为德所用。大家冷静去看哦，现在很多社会事件啊，诈骗集团里面高学历的人不少哦，那些都是教育失败的例子呢。他读了一二十年的书，最后是去做贪赃枉法的事情呢，作奸犯科的事呢。那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教育要回到本啊，德者本也呢。好，有一个数字啊，报道到呢，很多考试的榜首，他之后出社会，没有一个哦，哇，这个几十年来这么多榜首，没有一个是
他从事的那个行业的领头人没有一个。哎，奇怪了，我们培养孩子读书哈，最后他考上榜首，再来呢？啊，我们学校培养孩子是要让他去社会发挥吧？啊，有没有老师说，我培养人就是让他会考试的？有没有？没有这样的老师吧？可是你看哦，他们都是榜首哦，出来都没有大成就，都很平庸，都是做人家的一个技术人员。因为他学到了什么？如何考试啊？他没学到胸怀，他没有学到怎么跟人相处，怎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怎么团结大家的力量，怎么资源整合，怎么跟人沟通，怎么做事有条不紊，怎么规划事情，他都不去参加活动，他就一直在那里准备考试啊，这些东西他怎么学？哦，所以我们看哦，你不从德下手，你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客观，哎，我讲这些你们要记住呢，以后你们跟教育界还有跟家长一讲哦，哎呦，他们会听得会思考哦。哎，这个是上一次吕明熙导演来的时候啊，跟大家分享吕导的那个演讲有登上去吗？哦，大家可以上去看。啊，这些老师啊，他们本身阅历很多，啊，他是做电视节目，做天下父母，啊，接触的面非常广啊，啊，他们都收集了这些很重要的啊这些事例。清朝末年送出了100多个留学生到欧美去留学。这些孩子都是十几岁出去的，传统文化都有学了，有道德的基础。出去之后回来，100多个人都是各行各业的领头人，没有一个不是哦。前提是什么？他有伦理道德，他爱国，他的根本动力是孝，是忠。而且因为他有定性，他有悟性，学东西特别快。哦，好。所以像这一些说法，我们首先要先抓到德行是根本。今天你要创新，你无德，这个创新会祸害社会啊。你去发明那些杀人游戏，有没有创新？可是他无德啊！现在多少行业在摧残人心，他都是创新哦，吸引人，把人的欲望都勾起来。所以这个创新要有根本，就是善心德行，他的创新才能立人。所以我们光想创新，把孩子的脑筋训练的哇，好聪明，可是无德，最后他就被他的聪明给害了。他也会用他的聪明去害人。所以你不从根本呢，这些理论其实都是枝末了。在大陆这几年，啊，每2年呢有一次道德评选，哇，非常好。去年2011的道德评选叫德耀中华，我们有放给家长看哦。其中有一个最美的女孩啊，叫孟佩杰，她4岁啊，她的养母收留她，8岁的时候养母全身瘫痪，她的养父离家出走，她8岁从此担起全家的重担，8岁哦，还要每天照顾他的养母，他的养母不能动，每天帮他做仰卧起坐，每天那个腿要几百下，帮他整个要
活动，啊，擦身体，三餐种种，还要翻身，不然会长褥疮。八岁的孩子煮饭，他母亲讲的时候在那里流眼泪了，不知道在那个灶台摔了多少次，摔伤了多少地方啊，都是笑着给养母说没事。出去买菜怕记不住，把菜的样子，啊，编成一首歌。有没有创新能力？从哪里来？谁教他啦？大家看笑里面啊，那个万德都能够彰显出来啊。他说藏的是葱啊，长的是葱，圆的是蒜，疙疙瘩瘩是生姜，他就编了一首歌呢。哦，所以大家看哦，有孝心之后啊，他那个创新就是利益父母，紧接着利益天下的人。好多企业家成功就是为了要照顾好他的父母，然后发明很好的产品。你包含我们千古的文章《史记》啊，谈到历史，《史记》排第一位，《史记》就是司马迁先生为了满他父亲的愿，他受了极大的侮辱啊，他都能忍下来，就是这一颗孝，所以创新。哦，再来，其实用这两个字我不是很喜欢的，批判。其实应该说劝谏别人，是吧？啊，提出不同的看法，集思广益，不要用批判啊。哦，你比方说民主国家不同政党，你不是去攻击对方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不是攻击对方啊，不然干嘛来从政呢？从政目标是什么？利益老百姓啊。所以你是提不同的角度建议给他，彼此是共同的目标啊。现在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什么？德行不稳啊，全部搅进去习气，搅进去是非人我了，哪还清楚人民的需要在哪里呢？所以各个行业，政治、教育、医学、商业，种种根在哪？道，道德啊。所以哪一个行业最重要？教师，师者传道啊，传下去了，道在哪里显现？商业的商道，医学界的医道，教育界的师道，政治界的军道就恢复了。啊，哪怕他没有到社会去工作，他在家里工作啊，不，他在家里相夫教子，那他把父道，他把母道都演得很好啊，他把媳妇道演得很好啊，那也是老师又把道传给他了。其实哈，大家都在向上看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批判跟尊重有没有冲突？啊，批判跟服从有没有冲突？请问大家，有时候在这一些理论上在探讨，你突然间给他讲个故事哦，很多可能感受就不一样了。好，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大家，魏征尊不尊重唐太宗？尊重吧。魏征服不服从唐太宗？服从啊，是不是？可是魏征给不给唐太宗提意见？他给唐太宗提意见的时候，有没有影响他对唐太宗的尊重？没有嘛，那所以这个不冲突嘛，
是不是？弟子规也教了，亲有过，见使根啊。所以他的心里明明白白，他在劝父母的目标是什么？为父母好啊。所以他为人只是这个心态，他到单位去为人下属，他不管怎么给单位，怎么给领导提意见，他的心是什么？是爱领导，爱团体啊，是尊重领导，尊重团体啊，这是不违背的。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学到尊重，没有学到服从，然后就教他批判，一个比一个厉害，是吧？批评很厉害哦。哦，那一天我遇到一个长辈啊，我们在聊的时候，他说：“哦，我最近用了一个研究所的员工哦，很会提意见。哦，这边不好，那边不好，哇，提一大堆。然后我接着问他，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他说不知道。哦，就是练出功夫来了，很会找问题了，但是积极的意见不会啦。”好，那我们话说回来，啊，刚刚孔子提醒他的学生呢，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啊，功夫都用在批判别人呢，看自己就不容易了。啊，好，那我们再讲到啊，刚刚刚刚我为什么讲到子贡，是从这里跟大家提醒说，这个教育的教资很好用。哦，刚好昨天晚上有三个家长提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提说啊，孩子为什么不听话？啊，孩子为什么没有责任心？啊，我说这个教资很好用，有没有？你们恢复记忆了没有？很好用哦。所以我问家长啊，啊，我们听话了没有？我们听父母的话，我们听经典的话了没有？哎，我们都急着要先让孩子听话，先要求别人，却没有先要求自己，所以适得其反。所以态度重要啊，心态重要啊，心态不对了，经典你背一大堆，用出来都是背道而驰，而且经典还变成借口，我为他好啊。但是我们要看哦，正己而不求于人哦，不是先要求别人哦，你自己不先做而要求人，铁定人家不能接受，还会埋怨。夫子2500年前就这一句话就等着我们，要提醒我们了。所以当我们要要求孩子听话，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个听父母话、听圣贤老师话的人。我们听话一表现出来，听话顺性德啊，孩子有本善啊，看到你的德行他会被感动啊。那孩子说，你都不听爷爷奶奶的话，你干嘛叫我听话呢？所以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好像听了一个道理了，脑子里都是很急着要别人赶快做到，不是急自己做到。所以严以律己，应该是很用心的先改自己，宽以待人呢。哦，好，再来，听话的问题跟身教有关。听话是一个好的习惯，也需要父母善巧的慢慢让孩子养成听话。再来，责任心，我们父母有没有责任心？
当一个人觉得我爸爸非常有责任心，他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有责任心的人，因为他已经被他爸爸的态度感动了。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说，我爸爸好有责任心哦，可是我没有责任心？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在讲话的？很少吧，因为那个风范很自然的就会影响孩子的。而责任心也要你扶持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你要让他有付出的机会，付出了你又给他肯定，他就非常欢喜啊！我可以负责这些事情，我可以帮长辈帮父母分担这些辛劳，他的肩膀不就厚实起来了吗？你从小什么事都不让他承担，他怎么去培养责任心呢？从小只知道考试，他到学校去也不懂得帮助老师啊，不懂得主动去协助他人啊。哦，所以这个都要身教，要耐性，而这个耐性里面还要有循循善诱的一些方法智慧去做。我记得我从小就是比较喜欢帮忙的，那个台湾话叫做金给伯啊。马来西亚给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喜欢掺一脚齁，哦，好像哪个事没有出力到全身不舒服啊，哦。好。齁，哦，啊，这个习惯呢是家里养成的啦。齁，哦，就是爷爷奶奶吩咐工做什么事，哇，好高兴去做啊！摸摸我的头，我就很高兴了。这个也是一个善巧的鼓励嘛。哦，好，假如去帮忙了，还被长辈骂一顿，他以后就不做了嘛。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好，大家酝酿了一个多小时啊，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好，请问哪一位老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对传道授业解惑的体会？我觉得大家的定功很强。告诉大家，定功不是不动的意思。定功强的人是该动的时候动，不该动的时候不动，叫做静则一念不生，动则万善相随。这个才是定功哦。好，我看到这个份上了，只好用点名的。啊。待会啊，有体会的老师们啊，学长们啊，你们呢用字条写一写啊，再传上来给我啊。啊，大家要了解，人情练达皆文章啊。孔子教导我们，入境要问俗。啊，你到一个环境里啊，你要了解那个地方的风俗民情，还要了解那个地方人的性格。哦，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呢，比较谦虚，比较内向，啊，比较不善表达，这个时候不能强人所难。哦，强人所难呢，啊？这就要有克己功夫，强人所难叫控制的念头，占用哦，不能强人所难，不然哦，真的点了名哦，下一次就没人敢来了。好，所以刚刚跟大家念到我们曾经啊一起交流过的文章。跟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啊息息相关。
传道授业解惑，啊，静于未发之谓欲，当其可之谓实，啊，不灵结而失之之谓训，相关而善之谓谋。啊，你看夫子在教导学生子夏，子夏文学文章写得非常好啊，子由子夏文章写得很好。夫子教导他，汝为君子辱啊，勿为小人辱啊。这是不是机会教育？这里同时展现了夫子对他每一个学生非常的了解呢。这个都是很可贵的地方呢。他知道学生喜欢文学了，可能只心量不够大。儒家他所学的学问是格致成正，修齐治平啊，是要能够治国平天下，要胸怀天下的这种大悲心啊，叫君子儒啊。不能只是学了自己高兴的小人儒啊。哦，哎，发现这个学生心量不够大，扩宽心量。哦，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要能了解学生的状况性格。啊，这个叫知人啊。哦，那我们再关照一点呢，要能知人，首先基础在哪里？自知啊。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哦，我们是传道的人，那时时要回到务本啊，这个道理我们才能明白啊，才能呢给人讲清楚。啊，所以欲知人者先自知，他能这么了解他的学生，首先他了解自己。而人要真正能了解自己啊，那必须善观己心啊，自己的念头时时能关照得到啊，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而呢了解自己了，然后要突破自己的习性，不能自欺，啊，不自欺了，才能不欺人。好，所以夫子跟他的弟子啊，这些互动啊，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非常有启发啊。我们用心去体会每一句啊，就会很有收获。好，那这一节课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我刚刚欲言又止，是说欢迎大家待会呢把体会写上来，可是我又觉得这句话好像又要增加大家的负担啊，所以大家好好休息一下，不要有压力啊， relax， 悟性才会出来。好，有就写，没有就自然就好了。好，谢谢大家。